大家好，我是挑夫。小狗已经死了三天了，这三天以内呢，接了很多粉丝的留言啊，大家一般都在鼓励我、安慰我、支持我。放心，我只是需要时间调整，狗还要继续养，视频还要接着拍，也许等未来年龄大了养不动了，这些猛犬自己再翻出来看那些视频的时候，不要一番滋味了。我这儿条件有限，如果非每一个都单独隔离的话，可能很难做到。到现在呢，我也预定过他们的那个朋友啊，我没有办法继续给大家保留了，能联系上的过来找我退定金，如果不能现在拿，我把定金退回去。但是呢，下一次繁殖不一定什么时候，但是绝对不会这么搞了。对呀，这段时间呢，确实冷落了这些狗。今天带他们出去转呢，过来，对呀。这不还有大家这几天一直心心念念的旋风，把它弄死了。等等，他出去找谢罗去了。毫不示弱啊！哎呀，头跟个锅差不多大了。你儿子这儿，可笑的是，我那天把这条狗埋掉以后啊，有个收狗的过来要不要问我要不要卖掉，他可以挖出来，可拉倒吧，这活咱也干不了啊。这儿埋着旋风的儿子，在这个位置。旋风的母亲当时就埋在了这儿。旋风的母亲啊，是我养狗这么多年以来最最喜欢的一条狗，不过它也是英年早逝，一
睡坐的时候就留下了旋风的一窝狗，然后死掉了嘛。他的一个后代虽然说留下的不太多，但是个个都是响当当的狗，包括二十几代连胜从未败绩的那条乌龟，包括旋风，甚至陕西那边的总犬，都是跟旋风同是一个，都是一窝一条狗啊，他们是一个母亲一个爹吧，就埋在了这儿。好了，不聊那些往事了啊，带旋风走一走一走，转一转，咱们都回家了。旋风的状态完全没有任何问题，不过减肥是非常成功。下一步，这下给旋风减肥成功了，下一步给盖亚减肥，然后准备迎接配种啊。走走走，跑跑。好久没上大路上来了，让旋风适应适应这种嘈杂的环境。笨吧，笨吧。回家，回家。刚才我牵着旋风到了公路的对面，本来是我站在跟前给他点安慰，让他不要那么紧张，习惯这种大型车辆庞然大物给他带来的压力。其实大家仔细的朋友可能能看得到，刚开始啊，他在我一边站着，后来车辆来到的时候啊，他站到我的前面，我也不知道他这是偶然事件还是下意识的本能反应。到底该怎么解读呢？大家认为该怎么解读呢？好了，今天视频到这儿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大家。